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想给我娘熬点鸡汤补补身子，就把这鸡给杀了。这是杀鸡的血，杀鸡的血。新鲜的啊，深更半夜不睡觉，他妈杀鸡熬汤啊！这个点小火炖上，明天早晨喝正好。对对对，我们家姨奶奶的孝顺是出了名的。经常给夫人熬鸡汤，好，我让你熬鸡汤，我让你熬鸡汤。崔振廷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是干什么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这他妈是人血还是鸡血？给老子搜，仔仔细细的搜，一个角落都不要落下。是。走，走，不。还有声音呢，走，是。局长，陈司令，报告，李老大想的。看仔细了。崔正廷，我徐府你搜也搜遍了，这眼看着天也亮了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请回吧。徐世平啊，好，你就给老子哼！我告诉你，你通匪的案子我还没给你消呢，我随时可以把你抓进去定你个死罪。好，我今天就到这儿，我还会来的。真要让我查出点什么来，你徐世平，你们徐家，上上下下、老老少少、大大小小，都他妈死定了！走！撤！夫人，娘，夫人，夫人，娘，夫人，娘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娘，快，扶娘进屋。局长，啊，这还搜吧？不搜了，他们早就藏好了，搜不到的。听着，把徐府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都给我围起来。哼，老子就不信他们不出来。是，快点。你去，我走。这是府上所有的外伤药，你看能不能用？哎呀，不行，他伤势很重，要找大夫。千万不可。崔正廷刚才没有收到人，他不会轻易的撤散的。你们现在去找大夫，敬重他们劝导，知道吗？可是你的伤……没事的，少爷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这样，你把这个搬开。你伤势，伤口很深，躺着，躺着不能动。好。这药敷着。
我真想不到杀害我爹的凶手，居然就住在我的家里。志同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杀我爹的凶手是田仲谋？开始我也不明白，警察局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又是什么人为了陷害我，把证人都给杀了？是后来皮特的一句话提醒了我。我来红江镇之前，田仲谋就知道我的身份。那天你们家开庆功宴，我到你们府上，警察局就派人到球季友好抓我，罪名就是我是平阳山的大当家。我清楚的记得，他当时就在酒桌上，看到了我却没吱声。难怪呢。可他又是怎么知道你跟我爹是约在江边见面的呢？这个不难。徐老爷把他当作来当学徒的生意人，允许他在府内进进出出。他要查探出一些蛛丝马迹，还是很容易的。也是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总算尘埃落定，能够还你一个清白。梓潼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当初完全让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害得你被关进了大牢。世平，别这么说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。梓潼，谢谢你。应该我谢谢你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，帮着严虎救我上山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受了伤，你的伤怎么样？我已经全好了。梓潼，这次来了，能就留下来不走了吗？这个红江镇，我还能留下来。梓潼，梓潼，你当然能留下来，当然能。别看他，是我看出来，逼着他带我来的。世平哥，我跟娘来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都支开了。唐外伟怎么受的伤？因为我。娘，你杀了老爷，你还要把徐府整个都毁了吗？娘，爹不是梓潼杀的，是田仲谋。知道了梓潼跟爹约在江边，提前赶到了江边，不仅杀死了爹，还抢走了观音石。你等一下，娘，这就是我们从田仲谋手里抢回来的观音石。那他现在人呢？他中了枪，掉进河里了，现在估计是死了。那他还说了些什么吗？他没说什么。娘，在此之前，我们都冤枉梓潼了，现在已经一切真相大白了。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有什么用啊？他叶梓潼给咱们徐府带来的不是警察，不是灾难吗？娘，您这么说太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？我让他留在徐府，你就觉得公平了是吗？我不会留在徐府的。我是平阳山寨的大当家，平阳山寨就是我的家。你知道就好。世平为了你，伤了腿，
蹲了大牢，你闹得我们徐家鸡犬不宁，连老爷都因为你被杀了。娘，是我们徐家的祸害。现在文医师找到了，你带着他马上离开。徐府跟你以后两不相欠。娘，你闭嘴。我们徐府只能有一个儿媳，这个儿媳绝不能是土匪。要是替他再说话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我走。徐夫人，您说的对，徐家的儿媳绝对不能是土匪。梓潼，哪怕这个土匪从前跟徐家订过亲。观音石找到了，我带走他，从此徐家和叶家两不相欠。不过唐薇薇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丢下她不顾。等天亮我安全地把她送出去，我就离开洪江镇。梓潼，徐夫人，请您放心，我再也不会踏进徐家大门一步。好，到底是平阳山的大当家的，那我就在这儿看着你如何离开徐府。进来！也别想枪，替孙医师护门。啊，兔崽终于出来了！杀！想半天，我就会找到治我的病的人。严虎说，唐先生有本事，以唐先生的本事，在徐家做外围就屈才了，有胆有识，应该带兵打仗，做军师。是啊，唐外围，这些年在我徐家真是委屈你了。而现在一别，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不过唐薇薇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说。我也总觉得你绝不是我徐家一名简单的外围，你的真实身份能不能告诉我？少爷，以后就会知道的。倒是你们要特别留意那个叫天正母的，他有可能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？日本人？难怪他的手下称呼他为田中先生。少爷，日本人现在已经盯上了洪江镇的这边资源，他们会把铜油运走作为军需用资。你们二位现在不是简单的商人和大当家的，你们一定要担负起保护洪江镇的这边资源，千万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啊，知道吗？
放心吧，我跟梓潼都会留心的。我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快回去吧。啊，保重。接下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回到山寨，把观音石供奉起来。然后呢？收买枪支，振兴山寨。梓潼，我娘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，她只是为了我好。我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回去好好的跟子璇过日子。我祝福你，梓潼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这心里究竟怎么想的。我知道，世平。我知道，梓潼。夏梅子，不，我不要下辈子。骑着马呢，他们用腿跑，怎么能追得上呢？不过说来也怪，一开始还拼命的追呢，后来就不追了。那是因为崔正廷发现自己上当了。不过他们也没进府搜啊，就在府外守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告诉你，崔正廷没这么笨，他知道即便进府搜也搜不出什么来，所以只能走。不过现在看来啊，他是铁了心的要蹲在暗处找我们麻烦呀。是啊，哎，姨奶奶来了。哎，世平哥，你今天早上没吃早饭，我想这个点你该饿了，我就给你做点你喜欢吃的菜。你放那儿吧，我不想吃。世平哥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吃。姐姐她，她已经回山上去了。她没有怪你，并且还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子轩，你去死！
凶手，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子轩，我知道了，薛世民已经把事情的全部都告诉你了，是吧？可是他有没有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说呀！我是为了你，我想带你走。你胡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你都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关医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想带着关医师和你一起走。子轩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帮忙，你要帮帮我，帮我离开红军镇。别帮你，我要叫石平跟周文把你给抓起来。那我就告诉徐世平，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。你是如何恨你姐姐的？我又是如何知道徐仲卿会到码头去的？子轩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这么做。你帮帮我，帮我离开红城镇。回来了，急死我们了！要不是看见你在城里留下的消息，我们几个就冲到警察局去了。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一个人进城，不怕那个崔正廷把你给抓了？就是。崔正廷，哼，我就是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拿回的观音石。哥，这就是叶家的传家宝啊！我天哪，这可真是宝贝啊！那得值好多好多好多钱的吧？我这就知道钱。哎，这不给咱们做镇宅之宝不正好吗？哎，对呀，大当家，就我们这个观音石那么有灵气，转了一大圈，还是回到你这儿啊！哥几个，咱们给他磕个响头。三来磕一个，来。对了，大当家，山下的事儿了了吧？了了，我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做我的大当家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哥，稳重一点啊！行行行。亲戚，麻烦你把他带到上海。哎，不用太客气了，真的。拿着，你拿着。行，谢谢啊。他身子有点虚弱，路上还麻烦你多多关照了。行，请姨奶奶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来，这位先生，请上船吧。子轩，谢谢。先生，请上船吧。来，先生慢点啊。慢点，先当家，你说这小日本能打到咱这儿来吗？啊？没准啊，看这架势，
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来工山了，你看他们去的方向是去洪江镇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来工山，他们不会大摇大摆的来山下。不管他们了，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正好吊着他们啊！你看他后面。我的天，这都能把整个山给平了。咋办？放他们过去。阿亮，通知山上，做好准备。是。报告长官，还有30里就到洪江镇了。镇长跟警察局长还有当地名流都急来北城门口等着迎接呢。洪江镇，我回来了。镇长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哎呀，哎，镇长，我听说这个潘营长，他有来头啊。是啊是啊，听说跟那个林师长还有什么关系呢？哦。镇长啊，你看天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没来呀？哎呀，大概是大部队行动缓慢吧，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好嘞，好嘞。镇长，镇长！哎呀，有话好好说。潘营长已经进城了，根本就没从北城门走。什么？潘营长直接去了西大街，说是啊执行公务。西大街。西大街有什么？徐府，肯定进了徐府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队长，怎么干什么？队长，队长，别动！老师，徐世平，徐世平，永清，别动！永清，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抓我？别动！为什么抓你？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可你将1000桶通油卖给了日本人东洋平一，犯了资敌罪，实属十恶不赦。本营长奉命前来将你捉拿。什么？这是逮捕令。带走吧。走。永清哥。我说徐少爷，你也真够倒霉的，刚出去没两天又进来了。这位兄弟，你帮帮忙，你帮我找一下潘永清，我要见他。想见潘营长，他现在没空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潘永清，你个王八蛋，潘永清！
这是新店开业啊，还是谁家结婚了？哎呀，是闹了点儿。潘营长，这是我们本镇百姓对您一点敬意啊，欢迎之情呐。潘营长，哎呀，你一到这儿就忙于公务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我们这个镇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多土匪，早就盼着你们来了。这就是石慧波。是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请。怪不得我觉得他那么眼熟，李奶奶，您说他真的是你定亲过的潘少爷吗？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呢？我看呀，这个潘长官耀武扬威的来到洪江镇，肯定是专门来找少爷报复的。报复？是啊，李奶奶，你想想。我们都知道买铜牛的欧阳先生是中国人，可是他为什么说欧阳先生是日本人？他来到镇上，连镇长跟警察局长都不见，就专门去我们家抓了少爷，这不是报复是什么？姨奶奶，话说到这份上，你可别怪小姨多嘴。您跟他都定亲十年了，可转过头来嫁给了我们少爷。说是嫁错了花轿，可是男人是最小心眼的，他能不记仇吗？哎呀，当了一天的孙子，哎呀，得好好歇歇了。哎呀，哎，喝点水去。嗯。这潘营长什么来路啊？完全没把咱洪江镇、把咱警察局放在眼里。嘿，警察局别提。哎呀，好在这一次他的矛头可不是对着咱们来的，否则咱们还真有点麻烦。我看这次他老徐家是气数已到了，先是徐老爷被杀，紧接着有这个事儿啊，一件又一件的就往徐世平的身上出啊。我看这次徐世平啊是躲不过去喽。这，是啊。哎，您说这潘营长和那徐世平有仇啊？我打听过了，这个潘营长是叶子轩订婚十年的未婚夫。哎呀，看来这潘营长是来报仇的，徐世平这回我看是躲不过去了。哎，你说咱要不要帮着潘营长一把，把这徐世平干掉，也好给那个叶子同一个下马威。还下马威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？帮这个帮那，你能帮得了谁呀你？人家这一次潘营长来抓徐世平，啊，首先人早就给他定好了罪名，人家还拿着逮捕证，用不着咱们帮忙献殷勤吗？真是。那这一亩三分地上，咱也怎么了？咱也怎么了？咱们洪江镇在潘营长的眼里就是个屁，他想放就放，他想不放他就不放。局长，您这话就……就什么就？你知道这潘营长是谁的人吗？啊，他是林师长的人，林师长是何许人也？他可拿着咱们的半壁江山，林师长打个喷嚏，方圆几千里都得抖三抖，别说咱们一个小小的洪江镇。那你说咱们怎么办是吧？咱们今天不是当了一上午孙子吗？这回咱们换个东西当，咱俩当一回乌龟，咱先把脑袋缩进来，观察观察，看准了之后，噌，再伸嘴去咬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啊，这个潘营长是个书生啊。读书写字呢，兴许在行；打仗就得看他够不够能耐了啊！你可别忘了，这个徐世平身后还站着一个叶子彤呢。嗯，局长说的对，这潘营长动了徐世平，我看这叶子彤该怎么办？
倒是说句话呀。当初徐少爷为了救了你，都豁出命了。现在徐少爷被抓进去，咱总得有个交代吧？交代个屁！你也看见那个营长多少枪多少人了，就咱们这一点人跑到城里去，那是屎壳郎没午饭，到处乱转，找死呢。陈汉，我真瞧不起你。我阿亮虽然是贪财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叫仗义。仗义？仗义个屁！咱们是打家劫舍的土匪，不是行侠仗义的好汉。去不去城里你说了不算，听大当家的。好，那就听大当家的。大当家，你可不能为了私情毁了咱们山寨。行了，大家都别说了，我们都听夫人的吧。还是您拿主意。飞蛾投火。明白了。大当家，那就不救徐少爷了。怎么救？飞蛾投火没听懂啊？我替世平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我跟世平的事儿是我们俩的事儿，他当初救我，不是因为山寨，是因为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许任何人再提下山救人的事儿。那一天你说清风柔，昙花羞，离别以后风雨满楼，阵阵秋风把我刺痛，想不见你，想忘了你，可心却好像好想靠近，牵着你的手，挥手的温柔，点一个心在你回来的路，你的情我懂，只愿这月色朦胧，等到天亮你和我相拥。说情丝重，相思浓，时光如雪，一年一年划过思念你的容颜，想不见你，想忘了你，可心却好想好想靠近，牵着你的手，挥手的温柔，点一个心在你回来的路，你的情我懂，只愿这月色朦胧，